哦，好酷哦，你觉得呢？要订阅了，所以哦。就是的谐音，九四八七九四狂，九四八七狂。不行，流行的意思不能直接翻译，外国人看不懂。九四狂翻成 Ninety Four Mad 就没有意义了。南韩首尔市政府日前宣布，首尔明洞和五桥洞一带商业区已被列为禁烟区，但中国游客却无视禁令，公然在大街小巷抽烟。中国客不鸟就算了，甚至还表示说罚款他们缴得起，有钱就是大爷，完全是禁令如浮云。妈的，这就是狼性啊，这就是狂啊！啊，当中阿基米德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。陈廷飞说，给我一根手指，我就能戳一个洞。三根手指，三根洞。以上就是他发的。